师父跟我说，做狗比做人简单。做狗只要会听话，但做人还要有一颗心。很好，你们这次干得漂亮，这样朝廷上下就再没有反对我的人了。霍钦愿为长公效犬马之劳。你做事甚合我意，我就封你为北镇抚使吧。谢长公赏识。其实我觉得做人跟做狗没什么分别。来，我们敬霍大哥一杯，跟着霍大哥平步青云。一样都是活着。叛党余孽再次出现，一定要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。是。为防打草惊蛇，我们分开行动，我单独追踪，你们等我信号。是。知道什么就别费心机了，我们明天就会离开这儿，会给你留下马匹和干粮。为什么不杀我？你也不过是受命行事，燕党当道，死的人已经太多了，我不想再看到有人死去。很久之前我就忘记自己是个人。冷风公然抗议，你去行刑。不要忘记，冷风，
我们是你也想决定？对不起。我不知道师父为什么要抗命，我也不知道做人和做狗有什么区别，我只知道要好好活下去就得听话，不要什么是非善恶，不要人以慈悲，什么人的心。来，喝点酒暖下身子。我是乱世人，不愿做鸡犬，散发弄扁舟，逍遥江湖间。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你个白丁，学人家作诗。我弄死你。月雪姑娘，九哥又发疯了，你快来治治他。就要杀光你们，好给你们这些不听话的人一个教训。长工，霍青，杀了那个女叛党。好好做我的狗，我绝不亏待。看来你做狗做久了，不能变回人了。你还不快走。师父，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像人那样的活着呢？